近几天屋子里连做梦都在想，到底什么才是拉栓狙？拉栓狙的真正魅力在哪里？看屏幕中上方的比分，现在是8-29。这拉栓狙没秀起来，我人倒是快拉栓了，落后足足20个比分，真的能够翻盘吗？在咱们正式翻盘之前，子怡还是要正式说一下，非常感谢最近一直以来支持子怡的观众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们。你们发的评论和私信，子怡空了也都会看。因为身体的关系，最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再直播了，视频还是每天发，大家空了来看就好，多把时间留给你自己，好好去提升一下自己，看点书，好好学习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正式翻盘。那觉得能翻盘的小老弟可以在屏幕上发个一，觉得不能啊，可以发个二。建议大家谨慎选择，不然待会儿可就要打脸了。先说一下，98K 这种拉栓狙是能够创造奇迹的武器，但用不好呢也会被对手吊打。像 98K 现在在团境里面唯一的好处，它并不能一枪秒人，优势在于腰射的稳定性。很多时候觉得顺狙打不中，就回头一发腰射看一看。这对手用的 SAK 固然是很强的武器， 98K 打他还是有一战之力，都是一枪秒，看谁先命中。这对手现在十分谨慎，打一枪立马缩回去，根本不给我顺他的机会，还左手边绕过来干。这下该他冲我的脸了。对面这哥们儿走位相当好，躲了我这么多花子。现在比分是25-33，从刚开始的落后20个比分，现在落后不到10个比分。而且这手感来了以后，真的是越打越准，想不命中都难啊！这准心自动往他人身上飘，你说难不难受？这就爆头了，对面 RPG 这轰过来，趁他在换子弹的时候赶紧出击。时间过半，蓝队开始领先。红队战胜了新的超级。1898K 硬生生是把对面4人满编队都打回去复活了。就像一滴血，注意这一枪腰是准不准？我金钟罩加身，怎么跟我打？随着这一发子弹打出，比分也成功反超了2分、3分，右手边4分。就像一滴血怎么办？脸上哇斩腰射，40-35，极限翻盘。觉得这期视频精彩的朋友可以给个3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